何必？你后摆是无？后摆你何必有要做无啊？有啦，拜三同款啦。啊，我等你什么？等都无人啊，都去。迄个云南山山个坐也无，要拖伊啊，要哪样？啊，我今日叫丁宇。早你落来拜，我今仔才来拜啊咧。啊，都早呀，今仔。两年前都叫你来。是哦。两年前叫你来啊。今仔才好叫伊啊。阿友是要做的吗？对，阿友1200。1200。哎，我是写1000啊，1200。1200。1200怎么拿？1200这个。对。去考下，无那汤到。通惠招，俊敏招。嗯。叫。没有阿连扎老婆不在，阿布又来传送快乐了。安仔，对啊，安仔。我礼拜六会去八卦山吗？不会，现在礼拜六我换去东兴市场，因为比较近。我来这里，我去八卦山的时间跟来这边的时间好像快要差不多哎。这里是比较远的，我去八卦山大概10公里，我来这边是17公里。快完了吗？那你那你下班？下班没有码，可是呢，里面有一包那个。回关，拜拜。回关要去工作了，拜拜。几张的？这边啊。啊，这几张的？在右边的，右边那个。礼拜六现在八卦山是换成我弟弟换我弟徐成长。穿红外套的小方火朋友。什么？我那是红外套，其实我不认识他。
不管是不是这么早，他们都要这么早到，因为鱼从鱼市离开的时间是一样的。他没有这么早到，他也没有地方去啊，所以还不如早一点来摆一摆，让客人早一点买一买。我也是。谢宇哈喽，今天有儿子的直播啊，七点应该早就直播了吧？嘉怡应该早就直播了吧？啊，现在过了，过来，起来看一下。好，我爱家，我爱家家。怎么了？不可以乱搭讪，不可以乱搭讪。我是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，不可以。怎么了？你现在眼睛看我？压不到。那个包吧。有三包呢啊！有三包，你提两包。麦克风。然后香香对对万年富贵。哈哈哈。够够。香香对对万年富贵。好，还有吗？一包多少钱？一包300，两包500包，够。啊，无客气啦。有啊。可以啊，这个什么？喂，这存在了，这个不适合存。可以。讯号不好，没听到。什么意思？帮我们，帮我先帮我按到200个赞，快点。我知道礼拜日883有另外一个摊位在卖啊，很故意，很故意。一百一点呢。啊，这五斤的只啊五年啦，市场长，斤的五只啊五年啦，五斤真的，白啦，这就他只，五斤真的呢，只啊五年，有吗？无，有啊，没谁，凤凰，凤凰啊，画质比较好，这不是直播啊，因为直播画质比较没那么好啊，一般直播画质。直播要画质好，设备要比较多，就是互动起来会很多很麻烦。啊，所以加上这个画质会比较好。不是，这是回去剪片小片，就是一些片段的。啊，把它剪成片段的。对，然后这个直播就是直接整段的。到底对，很多人。满两张人来看板。不得啊！你唔得得。系啊，这个电池问题。嗯，早上再早。哦，信号不好，没听到。我再讲一次给你听啊！我真的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好男人，我不太懂得搭讪。车警长，要不要？这个就是拿比较多，以前回去备用的，啊，主要就是一台两台而已。这个不用剪，因为我十分钟会一段。十分钟会用一段，就是要合片而已，我为何等20分钟？所以我每次上面看的，全部都是你们一直重复播上去的。他可能三台全部用上去的，就是第一台你看到第一台、第二台、第三台，因为我会一直丢。因为不是，因为你们很认真看的，我才会看到重复。因为大部分人都看一两遍，他不会看到重复。会看到重复代表你们常常看一遍。我只是要涵盖比较多了，因为这一篇上去以后，下一篇他会不会来看这一篇，他不知道，我就在继续上。因为这三台很便宜啊，这三台大概现在的话，这是7 GoPro， 这叫 GoPro， 它型号有。干嘛？我干嘛？
他从以前到现在，现在出到福了，他都是七八九，现在没有再卖这一台。现在这台酒的话，好像是13000。纸的话，好像最新的好像是15000。他如果跟那个一般的机器比起来，算很便宜。像如果不过这个缺点就是，因为它是在运动在用的，所以它没办法放大缩小。没有，你只要直播只要这一台就好了，手机就可以了。你不用影片，你只要直播只要手机就好了。不过手机就可以直播，你看画面好或不好。所以它没有 iPhone。我试过大概5-6台 ，iPhone 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。iPhone 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很。哎呀，要别让它衰不赢好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今天我正好会平来，今天我差不多。其他的手机，我有点懒。他在拍的时候，我厉害。哦，差不多现在，差不多。放大多少？300块钱，差不多。iPhone 帮你处理这个方面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一个小了。最后我就是用 iPhone 的原因，因为只有其他手机像直播拍照，它会宕机，会变慢。这个是广角，对，广角。因为如果广角拿起来，就不会拍到这样子。这是要抓重点。你过来过来。因为你没有广角的话，没办法正面拍了，只能拍后面，所以大家不喜欢正面拍。拍到整个就对。因为你直播的话是用都是 YouTube 直播嘛，YouTube 他没有办法帮你处理。是用 YouTube 直播，不是用 FB 直播。不是，我用 YouTube。今天有雪莹吗？啊，你用 FB 直播的话，好像还可以光。FB 好像可以帮你稍微设光小一点，所以距离可以拉到这边。哦，所以。脸书好像他因为我是用脸书直播，脸书直播好像很像，它可以帮你稍微广角一点距离。YouTube 是没有，它脸书可以稍微宽窄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到什么宽，大概到这边。脸书可以稍微宽一点。你可以两个手机啊，一个 YouTube 一个脸书。好吧，还不错，这边的话，一定要系列的吧。那个有动吗？有动，没有动不用钱。还有 IG， 没有动不用钱的，没看没钱啊。你就看，有些就买个包，就买120块啦，可以无看。哦，是哦，无些些哦，500块脸书。脸书。直播是卖脸书。哦。所以会有一些直播上的问题，刚好在直播就一些。业务。哦。你在脸书直播，通常人家是直播吧？有字啊，他中间那个字啊。对。哎呀，大家习惯在脸书直播看。就这样。也还可以直接会上头是吧？纸的就没有广角的问题啊。那纸的就是纸的啊，就是看写的样子这样子。哇，现在我去抬头在脸书很少看到人家用很多。我看过啦，六老会我啦。啊。六老会我。没有啦。有啦，有新鲜看就知道了。为我爸来进来。记得哈。啊，有新鲜过百位，我操。脸书粉丝团不好弄，对，因为你们就是要充人气充不起嘛，所以我才因为他没有砸钱的话就很难，他有砸钱的话，哎 ，hello， 脸书要对啊，脸书要怎么弄？弄还要弄短，固定性的传影片，虾米啊，因为我有一个粉丝团啊，我就一直传，然后突然一天就红了，然后就。800万最，那8万最高。你多位啊？无缘无故。超出一两年啊！你需要超出一两年啊？就等于个泡姐把全部都没赢掉，那是多位啊？你共享我的搞事的。因为你直播结束以后就不会再看，那些就不会再看直播。等两个泡泡球，直播结束就好。是啊。他影片会，影片会不断的演出，偶尔会办。慢讲。你老娘这里到了。YouTube 的好处是。你不用自己宣传，他会帮你推，脸书不会帮你推。哦，那个爆了。脸书要有人分享，他不会主动帮你推啊，他不会，他完全不理你。所以你们也是有去申请那个 YouTube， 用你们自己 YouTube 账号。YouTube 账号你就 email 账号就是不可以用啊，每个人都可以。对。大自然老师的造型。
沉船，对，风源是你爸去早上在跟人家聊天哦，我看一下你们讲什么，老头子找，同志找，有啊，另一个是朋友，老头子丢了，对啊，老头子丢了，老头子丢了，结婚红，结婚真错，我买了，你看，结婚证明都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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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有，你买了，一百年，一百年，一百年。这几张这张一百元啊，一百元啊，我看看，没有，好多，十万块，不适合干，我是走室内的，我每天是要补光用的啊，对啊。啊，因为你们室内光源不足，所以要补光，所以要黄的灯。要室内适合对啊，室外的话就需要光啊，就是。而且，老实说，他需要什么黄的灯？对啊。干嘛要这样？你买个熊猫，我是个猫，你报备姐，猫你，我今麦开讲来噻哈。我刚刚说没听到，所以这个会贵吗？啊？这个呢？这个要1800。那还好啊，你买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有喽，不用钱啊。好啊，这个你出。你要接，因为这我要问，所以我要问。那好好聊啊。他上来是，他像他吊的那个手到哪里不到哪里。谁管呀？还几部啦？你不是你们不是手机而已吗？我们讲讲话嘛，你不讲你自己。我手机啊，不讲。因为我们我是用这一根，然后后面扣扣扣这样。这个是我自己去煮的，我去叫商家帮我煮的。可是你如果像你讲的，我们就是要这个手段。你要你说我要两只手机，我可以叫他帮我做上。对，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，我上面要有一根，他我又要两只手机，可不可以帮我配？他会帮你配啊。那个，那所以这个我要去哪里？我是在台中做吧，他们在地下。新罗马不知道够不够大，有些我像我去台南的 Nova 他们就很阳春，我要的东西他们就没有，所以不一定。中间那一餐跟旁边这两餐，他可以帮你处理所有事情。因为我们今天晚我们没有做没有做如意啊。你吃中立啊？这一中立，我中立过。中立啊，一斤的，一斤的，我靠呀！对啊，而且中立就红诶，应该好买。脏话不行，就要到台中，因为脏话的话，没东西没那么齐呀。你还是去台北，当然是最齐。我觉得台北最齐在台中，我觉得新竹我不知道。这个我要怎么跟他？你应该是讲说。我要怎样，他才会帮你想。就是说我说，然后因为我把右手机右边是手机，那我应该要买什么比较好？我吧，应该是这样讲，他才会帮你想。因为你讲不出来，你要说我要什么东西。对啊，我是听看到我就问。因为我也是去说，我要架什么东西，那我应该要什么脚架，然后中间要什么，然后就帮我配。对啊，我说要买积木炉，因为不会有一个弯，不会有一个脚架起来就长这样子啊。对，对，这三次而已，就这样。那个人数不是机器，不是设备的问题的，那个就是，所以我你现在讲说你们，我跟你讲，我才知道，原来 YouTube 但是 YouTube 直播跟脸书直播差别就是，脸书直播你可以跟客人很好沟通，因为这个没办法。你是看到他们他下单了，下单以后，你怎么去追他？
管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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